另外，可以直接观想师尊住顶吗？住心中吗？住心中跟住顶相同吗？恳请佛陀开示，谢谢。观想师尊住心，就是师啊，卢师尊已经融入你的心中啊，依照这个事法的，它变成一个光点，经过你的中脉到你的心中，然后跟你的身心完全一样，你一刹那就变成师尊。这是观想的一个程序，一个程序，其实可以直接观想师尊住心，可以直接的，也可以直接观想住顶。你能够融入，就观想师尊住心，可以的。住心跟住顶相同吗？一个是还住在顶上，一个是进入你的心中。那个本来是不太一样的，一个是住在你的心中，一个是住在你的顶上，两个不一样，两个不同。这是第三个阶层，在虚空，在你眼前，在你顶上，在你心中，四个是不一样的，四个是不同的啊。也就是在虚空，在你面前，在你顶上，在你心中。所以住心跟住顶在外观上是不同，但是它的意义是相等，意义是相等的，意义是相等的。好，谢谢你，台湾的莲花正宗，啊，台湾的莲花正宗。这样回答，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？如果不满意的时候，再来啰嗦一番也可以。